OK，决胜时刻，麦贝，我跟你讲不得了了，我们不是有彩虹阶梯吗？然后他这次又搞一个新彩虹阶梯转盘，对啊，但是我觉得啦，我们今天这局我还蛮忧郁的，要不然我先讲这一把彩虹阶梯好了。这一把，他这么试用给我们看哦，非常的帅。哦，他这边有给你看他实战的样子，啊，他就是彩虹版的，对，他应该跟原本那一只彩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彩虹手榴弹也很漂亮诶。哦，这个超帅。为什么他转过来这么慢呢、啊？怎么妖人？哎，怎么去玩那个随机模式啊？随机见面吗？因为水晶比较稳嘛。我们稍微玩一下就好。队友GG，哎呦，好多哦！这游戏还蛮多繁中玩家在 play 的。哎，对，我刚才登录的时候，我很像拿到很多那个登录奖啊，然后很像得到很多枪的样子。这是有高真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的队友都是英文的？然后对面，哎，对面是五排，然后我是怎样？哎，不对，这是团歼吧？团体歼灭。哎，我这么准哎！他看到哈，我就这么准。哦，直接秒杀哎！这一颗走就好了。我觉得我们射三颗应该就够了，而且啊，他决胜时开 mobile，他有一个特色是，他可以奔跑，嗯，